本守黄姓女警哦，2024年3月26日的8时20分左右哦，在执行勤务当中哦，在南子区德中路跟蓝田路口蓝亭哦，违规使用手机，而且还单手骑车的一名51岁陈姓男子哦，遂将其拦下，依规定掷弹举发，为当下发现其有酒味酒浓，但是陈姓男子哦却否认饮酒。经使用酒精检测器后有亮灯的反应，陈姓男子马上改口称是昨晚下午开始喝的，喝到晚上回家睡觉后，自己认为说经过一个晚上后就会有那个酒精就会全部代谢掉。后来经向他实施酒测，酒测值高达0.63毫克，因承揽涉嫌到公共危险罪，随即移送法办。